总共六个点都有开启所谓的活动对战啊，各位，所以各位知道活动对战要去哪打喽？对战捕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妈。我们今天蛮难得的，猫妈今天现在在力宝啊，力宝乐园。那认真讲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来轻轻松松的打个台。那到底会有没有遇到一些好的、不一样的宝可梦是一件事情啊。那就是轻松快乐打台，搞不好我们会有不劳而获的一些东西，或是一些资讯也说不定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好啦，那我们就出发看一下附近还有哪边有机台。听说这边有到七台还是八台那么多的机台，那猫妈尽量每一台都玩一轮，反正开心嘛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好啦，出发。猫妈今天下班难得有空，好，然后来力宝，力宝这边机台很多啊，听说越来越多台了，就来八一，好，一样轻轻松松玩一下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，来，哇，这边活动对战也有开耶，帅。那个感觉这一次救急比赛应该很好玩，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有救急比赛哦，四星喷火龙。应该是 Lucky 卡，对，原本想说有机会拍林嘎嘎啦，那猫嫂今天不在，好，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就轻轻松松等一下玩一玩，是希望这边所有机台都可以玩一轮。哎，新龙之英雄出来了，哦，来，我们练习投个球吧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声音比较小声。好，精灵球。两颗，三颗。哦，难得哦，三星也可以抓到，蛮难得的。来。哇，这边机台都有开启活动对战，好开心哦，各位。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哪里有开启活动对战，我一定是推荐力宝这边。好，他这边机台基本上应该都是全开的啦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哦，四星火焰机，哦，两只四星，哎，我们这台四星比较多，我们看我会多开一点图鉴，好不好？今天难得，哦，都是一星，哦，一只四星，是谁？幸福蛋，哇，这一只我们可能真的要找我们的库卡利欧来支援了，再找一只必中的。来哦，好，五十，终于希望打得到，哦，终于啊，终于来吧，我们来推球，各位，我们来随意推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四三，哦，超级球，来哦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有没有？哎，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大长波球，可惜，可惜。好，三星班吉拉，拜拜。哦，我们还有接关，不错不错，有没有双四火焰机？再一次幸福蛋，哇哦！来继续吧，我们的目标放在火焰机身上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因为火焰机这只宝可梦猫马真的还蛮喜欢的，对。来哦，各位出发。哦，失误了，哇，这个有点可怕。来，我们可不可以集中要害？好，铁刃有没有？
有没有？其中要害是，对，哇，刚好叶一步竟然帮我们收走啊，各位，来吧，各位投球。击球，各位又是没有高级呀、啊，超级有没有机会抓到呢？两只哎，各位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哎，抓到一只，火焰鸡真的是抓到了，各位，我们投下来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感动哦，我们有抓到一只四星了，哇，我们再次开一只图鉴啊，各位，多了一只火系可以使用。感动，感动，很开心。来，各位，我们多了一只哦，那感动。哦，沙漠蜻蜓出来了，来喽，有没有机会草喷呢？来个四星，再开个图鉴吧，希望可以。哇，左边一颗大颗的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沙漠蜻蜓？哦，有哎，各位。哦，沙漠蜻蜓，我们就要换喽，各位。沙漠蜻蜓可以用哪一只伊布系列了呢？各位，应该有答案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的仙子，还有我们的冰伊布。有没有各位带走了？来吧，高级球！各位终于，到底是不是真的 K 球的捕获率呢？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可以吃掉啦！就是这样，我们再一次开始一支图鉴啊，各位，好感动啊！就是你了，宝马的零钱袋也见底了，各位，哇，不错不错，现在有两只的收获，对，很开心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啦，各位，我们的沙漠蜻蜓 get。我收服你啦，各位，我们换个点再玩个一场。现在不知道几点啊，我看一下时间啊，各位，7:50，哇，离10点还有点距离哎。各位，因为我都单刷啊。哇，这边又开启活动对战哦，各位。动手攻，好，第3。我们来到了第3个点。各位听一下背景音乐，是不是跟以往的不太一样？这个背景音乐老实讲是蛮经典的音乐，各位如果老玩家有在玩以前 RPG 的内容的时候，就会知道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各位，那这个点我还是在力宝的 7-11， 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好，这一边有趣了，也有开启活动对战，所以各位跟各位讲一下，方巴士那边一台有开 ，Seven 这边一台有开两个点了嘛，然后再来就是 Mr. Gong 的隔壁的区域也有开，那边有4台4，加刚刚的这两个点，总共6个点都有开启所谓的活动对战啊，各位，哇，所以各位知道活动对战要去哪里打喽？对战捕获。来，前面废话不要说。选择想捕捉的宝可梦。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四星巨鲸，有没有机会下卡呢，各位？捕获时间，哇，直接草喷啊，各位，用摇杆求生，哇，省30块，哇，我们成功再次开启一张图鉴，今天力宝这边还蛮不错的，虽然没有任何一只五星，但是猫麻四星打得非常的开心，第三只四星啊，各位，投币后就可以返回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回来家里了。对，那各位，我们的力宝机台总共有6台，
六台都有开启所谓的活动对战啊，各位。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多练习的话，可以去力宝那边玩。那认真讲一件事情，力宝这边的平日我也稍微问过那边的店员了，基本上平日人真的比较少。对，那所有机台都有活动对战，所以各位如果想要避开五星，只想练习活动对战，各位可以考虑去一下力宝乐园，而且那边有吃有喝有玩有的逛，好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好啦，那本部影片一样有抽奖，来，呸，好不好？一样自己选择。那有各位发现说，这次跟上次有点不太一样。第一，猫娃这边有多了好几张四星，对，等一下，来，各位还多了那么多四星，但是、啊、还没有一一安排啊。我们一一安排，猫娃大概会把它拆两部分。因为我们影片上面会错开嘛，所以可能第一部分抽完之后，抽中的人可能选 A， 剩下五张有可能移到下一次，然后再把这一部分的一部分加进去，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好啦，我们的影片大概就到这边啦，喜欢记得按下喜欢，按下订阅，按下赞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哦，各位，拜拜，活动对战打起来。